今天您知道吗？是护士节，但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照片？蛮讽刺的。这是一位护士吊着点滴哦，还在努力的工作。经过证实，他是台中这一家大医院的护理人员。又出现点滴护士，就是这张照片。女护士左手打着点滴，但右手还忙着按键盘，点滴拉在一旁继续拼工作。照片一po上网，护士的血汗话题持续燃烧。打点滴坚守岗位的护士，经过证实是中部某大型医院的护士，工作3年，认真负责。当天的确身体不舒服，还去看了门诊。身体不舒服去门诊，去了门诊他自认为可以，所以他没有提出病假，那同仁就让他休息。电影拍摄血汗故事，希望健保制度重视护士权益，把生命留给护士，把护士留给病人。中央新闻台中采访报道。